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75集，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款叫做白色浪人，它是旺财玩具，旺财，那推出的第一号作品，致敬了 IDW 漂移，前后两侧都是漂移的半身像或者是胸像，名字的话呢，Longin 应该是就是日文发音了。那它有附带的一个披风，这个披风我觉得有点意思，因为实际上去看的话呢，它做了两层，然后还有做一个破碎的处理，应该是用，其实也是用剪的了啊。那因为它有多层的关系，所以你这样飘起来，在照相的时候其实还是相当有看头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做得更大一点啊，里头有做铁丝，所以固定造型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套的时候直接从头上，它上面挖一个孔，把它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么给各位近距离看一下，啊，它是有铁丝的，可以自己去凹造型。那它的本体的话呢，附带了两把大砍刀跟一把长的武士刀。那大砍刀的话呢，跟长的武士刀我分别握在手上。那这里暴露出一个小问题啊，这是很小的细节啦，就是它的武器在握持的时候呢，这是长的武士刀握持，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它的一个拇指的位置，它的拇指的位置是相对比较正确的。但是如果你握大砍刀的时候呢，因为大砍刀的一个柄比较大。你这个拇指呢，你要么放外面，不然就放里面的话呢，它会放到更里面去，所以说你握大砍刀的时候，它的拇指的动作呢是会比较奇怪的，当然就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吹毛求疵了。那武器，本体来，这个是塑胶的本来的颜色吧，然后是铁灰色的涂装。那它的一个长武士刀这一块，蓝色部件应该是透明件啊，不是，就是中心的这一块是透明件。我应该没有眼残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有三把武器，随便你做一个搭载。那武器的话呢，如果你长柄的武士刀啊，你觉得背着更帅的话呢，它也有附带一个小配件在后面这里，你可以把武器给安插进去。但是它这个武器安插进去之后呢，扣不紧啊，碰一碰它是会晃的啊，不如这个。如果你把大砍刀插到侧边的裙甲的话呢，它是可以卡住的啊，这样子是不会掉出来的。当然就看你插入的角度对还是不对了啊。那你会说呢？我这么大这么粗，插下去难道会 NG 吗？我随便插给你看，它就不一定就卡得稳，对不对？这个给各位试一下了啊，这个卡进去了啊。我就是够大够粗就卡稳了。那玩具本身的话呢，看上去个头很大啊，高度有21公分，根据他们盒子就有写它是高度21公分，那自然比现在 Hasbro 的一个 L 级的玩具都还要来得大了，身上零件也很多，但重量呢，尽管它有合金部件，但不如你想象中那么样的一个沉重。合金部件第一眼最明显是它的一个侧腹，对不对？侧腹肌是最难练的，但是它用金属部件啊，那这个金属。膝盖也是金属啊，这边都是金属。然后它的背后给各位看一下，我很喜欢它的背后的造型，这金色的这个不知道是排气口呢还是进气口。那玩具本身呢，拿到手之后就重量就是会可能跟你想的会也是差不多，但是你看到有合金，但是又感觉没有那么重。我觉得可能一部分是因为它的这个肩膀里头其实是空的有关系了啊。那它的裙甲内部其实严格来讲也是空的。那它的裙甲我觉得吧。裙甲直接有一个刀鞘，收武器的功能是不赖，而且它的武器啊，这个不对，应该说它的刀鞘吧，在最后变形的时候是变形成车辆的引擎盖的正中间，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意思，有一点意思，以前没有变形过这样子的。那我们就也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个可动哦，再提一下。这一块也是金属部件啊，它的头雕很漂亮，而且眼睛的话呢，一样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金属的一个蓝色，非常的 OK。头上的尖角啊，我刚拿到的时候小心翼翼，后来发现其实也没有说，想的这样的那么脆弱啊，是我自己多虑了。那这个黄色的这个像是警示灯的部分，跟蓝色的警示灯都是另外的分件透明部件，肩膀。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但是没有齿轮关节，实在是太可惜了。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部的话呢，变形的需要呢有一个双动关节，手腕可以转，拇指单独一个根部关节，食指单独一个根部关节，其他三指共用根部关节，然后也共用一个中间的这个第二层的一个关节，所以手指并不是超可动手啊，并不是的，腰身可以转动，裙甲前面可以动，那它这个玩具本身最。你可能会觉得它很廉价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这个，
啊，这个声音大家一听就是不喜欢的，那我也不敢给他上细油，因为我怕细油上了之后呢，他这个关节就显得松了，到时候镜头里头展现出松松垮垮的样子，可能更加的不好看啊，所以各位知道一些就行了。然后这个膝盖啊，它这里是有一个凸啊，这里是有一块凸，理论上它是应该扎到这里头有一个洞的啊，但是呢，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弄得很漂亮，以至于说呢，你稍微膝盖去掰一下，它就会有一个裂开，但是。平常的时候你要把它卡进去，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应该是没有问题。脚踝有一个接地，那由于变形的时候呢，脚踝是要整个360度转动的。各位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实在是让人家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还是那么一句话啊，平常我会上吸油的，但今天的话呢，就还没这个打算。那这里的话，我不知道我变得对不对，因为我把它变形来回两次之后，这里我不晓得我收这样子是 OK 还是不 OK。那它的一个腿的造型，其实我算是有喜欢的，也是够粗够大了啊。那身上的一个关节一体性啊，给各位看一下好了。我们如果这样子去动它的话，其实整个玩具并不松垮，并不松垮，甚至有些地方是过紧的。那声响比较难听啊，这一点啊，也给各位做一个展示的。不过呢，以人物的帅气的程度来说，那武器的搭载跟披风都弄上去之后啊，人形的卖相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来示范这款白色浪人的变形环节，因为它的变形方面是需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讲解，所以我会用一些剪辑的方式，以及呢，我会先把其中一侧先给变完。它的手臂的话呢，到时候会变形成车尾巴的一部分。那这个是它手臂变形的最终成型的一个样子。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首先的话呢，这一片部件把它给挑出来，到后面。然后呢，后面这个地方呢，往侧边拉开。那这片部件没有粘死，我在变形宝呢，这片掉下来很多。它主要的卡扣呢是扣在这里。如果你发现你这样扭一扭之后呢，它还打不开的话呢，我是建议呢，可以使用工具啊，从这个地方啊，这里是主要的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翻开来。翻开了之后的话呢，里头这一片啊是非常令人恼火的一块部件啊，就是这一块部件呢要把它给翻出来。但是你往上顶的时候呢，它会去卡住。这里最好的做法呢是两根指头一起来，很厉害的啊。这个的话呢，由下往上顶上去呢，然后呢，另外一根指头呢去戳上面这一块部件，把它往侧边戳出来，这样子。也就是说呢，因为你如果单纯的只去戳上面这个部件的话呢，它很有可能把它按下去，按下去之后呢，这个黑色部件就会被白色部件给挡住，你就翻不出来了啊。所以说吧，建议的啊，就是说两根指头一起用吧。那这个地方，把它给抠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给翻出来，整片的给翻出来。翻的时候是保持这个形象，把它给翻出来，再把它给转到内侧。然后呢，这一块不一定要转到里头去，到这边啊，到时候两侧的话会做一个结合。那我们先把手臂呢给收到里头这个空间，具体的做法也是这就比较简单了啊。首先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手臂啊。以二头肌地方翻折180度，手掌的话呢，先把它整个给打平，手掌这一片要包到这个上面来，才是正确的一个包覆的方式，这个部件就躲开就可以了。然后手指，不要包这里啊，我们是要包住这个肩膀的上方啊，这里因为看不太到，这里，包到这个地方，然后把它转一个方向，就可以把它给塞进去，这个部件把它折到。刚刚的那个手肘推出来的缝里面，那这个时候这块部件就是我说比较不好打开这个部分，就再一次的把它给扣上。那两只胳膊的话呢，它有这一片啊，这样子反折180度之后过来啊，其实是应该先推进来之后再把这个地方给扣起来的，那是因为我强行再把它给推出去。那这里的变形的话呢，就是第一留意手不要受伤，它这个地方的边缘的这个尖尖角角的还是比较刺人的。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头稍微抬一下，旋转到后面去。它这个头转到后面去，其实比较偏紧的。下巴的话呢，要靠在这个部件的上方，啊，到这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手臂啊，跟这个就变形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我这里刚刚是变形的时候忘了把它按下来。好，你现在知道就好了。那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整个一个胸口啊。给往上面提起来，这里的话是要提的话是要把腹部啊这两片部件，它是有个锁扣扣进去，可以说整个上半身是靠这个腹肌钢铁般的侧腹肌啊去把它给固定住的。
抠出来有点手会痛啊，所以我就是使用道具，从插进去之后往两侧抠开，这个部件呢就松脱了。松脱之后呢，把它整个给抬上去，它是可以往上拉起来，整个的把它给拉到上方。那拉到上方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先推到这边，我们要做一个上面整个背包的一个180度的一个大回旋。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里会形成一个干涉，这样打开，哎，你看是不是就打开了？头要摆正哦，啊，尖角的话，到时候是要收藏到车底下，所以这两个地方要摆正，这样打开到这边，各位应该看得还蛮清楚的吧？那我是建议吧，干脆我们先把算了，不管了，这个部件收到这里，这里有一个滑槽，对，看到没有？把它推到外侧去，往内推进来，到这边，它到时候会形成一个车子的顶，车子的一个，哎，什么部位？顶盖还是什么来着？Anyway，这个时候一样，先把这个地方再拉开，然后呢，这里啊，这里有一块部件，就这个里面这两个部件，要把它，哎，不对，先把上面给推开好了。我们刚刚说了，把上面这个地方给转开，转这里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撩开之后。还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一个滑槽，有一个滑轨，看到吗？在这边，顺着它这样子拉出去，你看这个部件就可以活动了。那我们怎么样？以这个转轴，你看它就是紧紧挨着人物的下巴哦，从这个地方就这样子翻转180度，你稍微躲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子，这个地方的操作你就是自己去躲开这些，好，就翻折过来，到这边，这样子的话呢，应该看得比较清楚。然后，我们接下来做的是把整个脊椎骨、龙骨的部分呢，给拉出去。那这里拉出去的话呢，这里这一块啊，我这样讲好了，这一块部件本来是往下推到底，你就是说把它往上推上去，往上推上去。这个时候的话呢，这里面有一个，还是有一个滑槽的啊，往上面推，推到底，往上推到底。然后这里滑轨是在，我指的是这里，看到这里有一个滑轨，我们一样的把这个地方给往这里推出去一点点，这样好。这个地方，哎，这样子推出来。这个滑轨顺着把它给推出来，可以说这几个地方都是变形上需要去留意到的。那推出来之后，就这两片，这里有两片部件，我们把它推出来，另外一侧推出来扣上，这两个推进器的东西把它扣上，然后这两片部件往后面推到这里，到这边哦，然后这个这里都比较简，还算比较简单。你就把它推出来，这里下方啊是有一个球形关节，那我们把它给你注意啊，还是翻一下好了，因为我一直是想说尽量不要翻来翻去，怕各位搞不清楚。这个地方你要扭动它的根部关节，扭动它的一个根部，转到一个侧边，然后的话呢才能够去调整这个中心。它这款玩具的人物的中心点就是这个车顶盖的位置。好，旋转，各位应该可以看到，反正你就是利用这个地方的连接的这个杆子，去把它拼凑出车子的顶盖的部分。好，到这边，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以这个角度来给各位展示一下，因为呢，它的这个地方，我刚在人形的时候我有提到，这块部件。在我们刚翻折过来的时候呢，它这一块部件好像会自己往下面跑。记得变成人形的时候，这块部件记得往回推。如果不往回推的话呢，这块部件呢将无法回到人形应该有转的一个角度。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以这个情况下，你就是顺势的把它给这样子折一个角度过来。也就是说呢，就是把这块部件按下来，然后这个地方往前面推，你就会发现几个结合的位点就出现了。
首先呢，这个卡扣跟这里要扣，但是它不是第一个要扣的。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白色的凸，对不对？这里有白色的凸，对白色的凹扣进去。这里白色的凸对白色的凹啊，应该还蛮常见的。那这里的话呢，两色黑色的部件彼此之间的话呢是没有的组合的啊，还有扣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白对黑的一个组合，各位也应该常常看得到，白对白跟白对黑啊，这种比较常受欢迎的一个组合，这里都把它给扣上去。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后半部的组合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那这里的话呢，就是调整一下这个白色的这个部件扣上来，到这里两侧都会扣上。那由于呢它的一个变形呢，还有整个一个前半部，待会在展示的时候呢，它还是有可能不小心会就蹦开的。好，这个地方它的一个车尾巴还有一个车顶盖基本上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再来处理它的裙甲。裙甲的话呢是这样啊，我们先翻到人物的背后，这里背后这里的话有一个卡扣在这里，要把它给松开。松开之后啊，我们先把这个裙甲的外侧这一片给折到内部去啊，这里折到内部，这里也是一样折到内部。好，那先到这边知道一下就行了，整个解开来到前方，前方这里的话顺势的可以把它给打开，这里会有一个球形关节啊，无所谓。现在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裙甲这个地方前后单纯做裙甲啊，整个裙甲这一片部件我们把它给转到人物的后面去，也就是车子的内部。好，这里的话就怎么收呢？转过来之后，这一片部件，这一片啊，这个球冠这个地方翻转180度，然后呢两片部件这里折进去，折进去之后它中间其实是还有一个，这里还是有个缝的，对不对？这个缝就是要去包住这个凸，这个地方很难说明书或者是一些解说的话，应该是比较难去把这个地方给讲解清楚的。那这个地方这个部件，这个部件往下折就可以了。好，到这里就是利用这里的多重关节把它往下折。好，然后将它给收纳到车子的这个驾驶座里头呢，就是收纳裙甲了，就是收纳裙甲。好，把它给放下去。如果说放不好的话呢，就是调整这个双动关节就可以了。它的裙甲就是收在这里。好，到这边裙甲就算收纳完成。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裙甲在这里松无所谓，因为到时候整个包起来就困在这个车子的驾驶舱里头的，就不用特别在意了。最后就来到腿部的变形了。那我已经把另外一侧先行组合完成，给各位做一个比较提早的一个概念的建立。这里有个凸，这个凸的话呢结合到大腿的这个，那所以你要转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往下反折下来，待会记得这个地方要扣进去。以及呢这个部件它这里看到吗，这里有一个洞，两侧的话呢它是要这样子扣进来，两侧的这个共同组成出一个凸，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前面做个咬合，或者是你先咬合再扣中间这里啊，也是可以。总而言之呢，这个地方这个洞如果你没有扣进去啊，这个缝的话呢肯定会更大，那我这个已经是极限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来变形这个腿的这个部分。那这个腿的变形呢是这个样子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中间这个地方不小心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它里头的话呢有很多的部件，其实都不用特别去担心，我们就把它给这里先把侧边这片翻出来，这里翻折，我们先把这里打开好了。这里的话呢啊，先把这里打开，好，方便我做这个变形好了。这个整个部件先翻出来，这片部件哦打开折到这边 standby 就好了。那我们先做哪里，先把这个凸给收进去，这里有一片部件，这个部件把它给往下压，那我们把里头的这一块啊往外翻出去，往外翻出去的话呢其实也只是往这里转出去就可以了。那你就注意到这边转出去之后这一片是留在原地不动的，
我们待会还要把它扣回去。那这个时候呢，这一片翻出去了，我们把原本人物腿侧边这一片轮到它进来。OK， 我们轮流。然后呢，这一块辅助挡住这个部件的这块部件，这个时候呢就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内缩进去就可以了，只要能够放进来就好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了，就是说这里压进来啊，这一片白色部件必须往内退进去，我们把它往原来的位置盖回去。这里盖回去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凸，这里要做一个小结合这样的。那你要记得重点就是这个地方要扣回去，这个地方原本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位置就不要扣了，因为你硬扣这里的话呢，这片部件肯定没有办法把它给压下去，这里不压下去的话呢，后面就无法结合。好，我们先到这里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接下来变脚底好了。脚底的话它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在这里，看到吗？这个地方松开，松开之后这一片部件从下往上可以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啊，我们脚底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如果转这一边转不动就转这一侧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白色的凸扣进这个白色的洞里头去啊，这里不小心把它弄开了扣上去。这里的话待会就是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进去，好，这个最后再压紧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把腿部这里也变完好了，这个在人形状态下的话呢，它的这一片部件这很紧的、啊、各位看到我手啊，刚刚掰的时候是不小心手上了，在人形的时候它是掰这样子的，那我们变成人车型的时候要把它给按进去，不然无法收到车底。到这边那脚掌就收到这个缝隙里头就可以了，这片部件本来是在这里的，我们现在把它翻到这边之后扣上，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凸跟凹，把它给扣上就可以了。这边我拇指刚刚受伤了啊，所以不太敢施力。好，到这边这个腿的收纳到这里了啊。再来的话呢，看这里，这个是从刚小腿里头翻出来的部件，翻出来之后你看这个拼图的一个形态，把它给扣过来就可以了。好，到这边之后啊，在原本人形的大腿这个地方，它是这里可以往外搓出来的，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把它搓出来，搓出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凸，然后内侧有个洞啊，记得把它给扣上，就是把它整个给抬上去。那记得这个地方锁扣一定要扣上，到这边把它给压进去啊，因为我现在这个拇指刚刚真的挨那一下好痛啊，就更加不灵活了啊。好，这个地方把它给压下去，那这里也不能松开啊，这两个地方是都不能够松开的。好，这个地方扣上去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把它给直接的转到内部去。那我们刚刚提过了，这一片部件要过来，然后这里中间记得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记得把它给咬合咬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扣上啊，其实是应该我这两侧的一个压的顺序应该是错的啊，应该是先把这边变完再变这一边才对。好了，不过无所谓，到这里最后就是把它呢塞到车子的底盘。那记得塞到底盘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组合位你一定要记得扣上，这个地方一旦扣上，两腿就会合并的非常的密，非常的密啊、哦、我们就先把无论如何先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啊，塞进去了。好，这个时候呢它两腿就会挨得很近，最后就是严丝合缝的把这几个地方啊有个凸跟然后扣上去。那当然最关键的结合点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锁扣，这样子把它给锁上去。最后的话呢建议了啊，可以这里扣上之后我们再来做其他啊像这些小部位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痛苦就是了啊。然后最后的话在车子的侧边这里啊，有一块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出来，那最后就是把它的这个尾翼给往上面调整一下。那至于轮胎的部分呢，后面这个地方是可以往下面搓一点点，往下拉出来一点点。那侧边这里的话呢已经没有得调整了啊，那它的滚动性的话呢以我能够变得到的一个极限来讲底盘的话呢好像还是会
稍微去蹭到一些了啊，这个继续把它放下来一点看看啊，可能状态会好一点，你说不一定。哎，感觉好像有好一点。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旺财玩具的白色浪人，从人形到一台白色的 OK， 有点像是闪电霹雳车的这个变形过程了。最后来看到它的载具形态，我小时候呢知道一部动画，而且其实也没有多小，应该是念高中了吧，有一部叫闪电霹雳车的动画，这里头好像跟那个里头的车子有点像啊。那它这款玩具呢，在车型状态下，刚刚有跟各位展示过，就它的滚动性有非常大的问题啊。后轮可以调整，但前轮基本上好像碰不太到地面啊，不晓得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那车形态下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透明部件、车头灯，前面的话呢，进气口，哎，是进气还是排气，有一些细节的刻画，这个像防撞杆嘛，银色的涂装。那据说首批预定的朋友的话，还有一个水贴还是什么，可以把这个车形态呢做得更加细致的表现。上方推进的引擎，那后方的车尾巴有排气管的刻画，然后方向灯、尾翼什么都有。那我就以车型啊，对，这个是透明部件啊。那我提一下，以车形态的话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其实这一款人形跟载具的美型度的话，我想已经不用太多的赞美了，确实是非常的好看。那主要是在这个变形的部分，那我以车形态的状态下呢，再给各位复习一下。因为它的变形步骤其实说多也不是很多，但它有很多需要注意到的小技巧了啊。那我们先注意一下，这两片是它的裙甲，也就是放刀的那两个刀鞘。那这块部件原本在人形下是收在小腿里头，变成车之后就翻出来，然后这个翻到底盘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脚掌其实就前后翻转而已，鞋尖就收到这边。那这个部分可能属于比较简单，最麻烦的理解的应该是它的车顶盖的一块、两块、三块，这三块部件在人形状态下是收在肚子里头的。它的折叠的话呢，主要是后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滑轨拉出来，这个部件呢是整个是推出来，那变成人的时候就要推进去，各位就回忆一下应该就记得了。那上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变形的一个机构，就是在收纳到人形的肚子里头的时候，这块部件推移出来啊，各位就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手臂的变形反而比较简单啊，折叠之后收纳到内部就可以。那还有一点就是这块部件啊，这里有一个洞，在人形状态下它是需要里面这一块的凸跟它结合的，车型下就不要去扣它了，你扣它这个部件呢就没有办法打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完成最后车子的密合啊，等于是说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放掉，不要再扣回去。那其他的话呢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醒了啊。变形你说难不难，其实也没有说很难啊，就是小细节的部分调整比较多，最后密合主要集中在这一带。当然你其他地方如果都变形 OK 的话，最后压一压推一推还是能够完全变形的。那总体来说分量也很大，人形载具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当然这个变形的过程呢，可能有人又会觉得说我把玩具变得很辛苦，那是因为呢我在变形的时候呢我一定会遇到一些瓶颈，那我希望说我卡关的地方我会特别的讲给你们听。那可能各位在变形的时候可能你根本就没有注意，根本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你可能很行云流水就把它变完了，那我只是把我卡关的地方特别做一点强调。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款旺财玩具推出的白色浪人，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